下来就是我跟你讲过了，这里的每一小段我都会做整理，然后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谁当正极，谁当负极，正极半满意，负极半满意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大还变小，特别的其他注意事项。碳性电子谁当正？我们前面教谁当正极，有人讲话吗？碳，碳霸。谁当负极？锌壳，锌壳。这里基本上没有半满意，对不对？客人就没有交嘛。那负极跟那个锌溶电池一样，你不用特别交嘛。锌电池的正极是谁？锌电池是谁？哪一种物质的板？二氧化铅板，很好。负极是谁？负极是谁？铅板。说我抄给你的反应，你要不要背？不用背，你不用背完整的反应，但是你要知道产生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正极生成谁？正极生什么东西出来？不是，二氧化铅变成什么？硫酸铅，很好。正极变硫酸铅，那负极呢？负极也变成也是硫酸铅，两个都变都是硫酸铅。所以产物都一样，然后铅电池的注意事项就是它可以充电，所以就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如何去充，二充电的时候产生什么结果啊，这是充电的结果。如果你充电的话，正极会生成什么？就所谓的可逆反应嘛，正反应是 A 变成 B 嘛，逆反应是什么？ B 变成 A， 对不对？所以刚才放电的时候是二氧化铅变硫酸铅，铅变硫酸铅，那逆反应就倒过来就变成正极谁变谁，正极变谁，二氧化铅嘛，硫酸铅变成二氧化铅嘛，然后呢负极什么，硫酸铅变成谁，就倒过去变成谁，变成铅。谁当正极，谁当负极，谁当正极，谁当负极 ，OK， 好。那还有一个叫做要如何充嘛，还有要如何充。刚才讲过，还有质量增加还减少。好啦，一个是二氧化铅变硫酸铅 ，PbO2 变成 PbSO4， 一个是铅变成硫酸铅 ，Pb 变成 PbSO4， 所以放电的时候，这个质量会怎样？增加，很好。那负极呢？负极也增加，很好。所以我前面提示过你，你不要跟我讲说一个增加一个就会怎样减少，没这回事哦，没这回事，不是在那个减少，没有，这两个都在增加。然后刚才讲过要怎么充，要怎么充？那二氧化铅板要接哪一个？二氧化铅板是哪一级？正极，这要接哪一级？正极要接正极，负极要接负极。考试的方法很多种，一种就是直接考最简单的，正极接正极，负极接负极。再就是考那种有物质的，比如说正极要接哪一板？二氧化铅板，正极那一板，或者是问你铅那板要接哪一级？啊，铅板是负极，所以要接的是负极。还有换一种方法，多个东西你要考虑，知道的事情知道来考你。所以这就是总整理，请你把这上面整理的东西通通要给我背好。所有电子理论都是你要背的东西，这都是你要背的事情。OK， 这里的每一个小段完我都有整理，整理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请你把该背的事情背完。OK。